大家好啊！华记七月六号咧就深夜报道啊，今日咧就要多谢下啲网友啦，因为咧我头先上嗰条片咧就见到有个嘉禾马士兴嘅字画咧，就唔知边个网友送啦，从不知原来啊马来西亚吉隆坡嘅 Moon 哥送，喂多谢 Moon 哥，我头先试过打俾你，不过你可能唔得闲听或者瞓咗觉，所以就听日先再揾你，唔该啊 Moon 哥。咁咧就今日咧就想主要咧就系讲下咧就系呢、这个法律嘅問題啦，即係因為鄭若驊咧就話哇呢個咧，即係法官啊，或者係一啲國安法嘅問題。咁我收到咧有啲網友嘅物件咧，好快講下啦，就係有關於呢個香港嘅國家安全法係究竟係俾咩法官審，有啲乜嘢嘅刑期，同埋有啲咩結果咁。好啦，咁咧我收到個物函咧就係咁樣嘅。第一咧就係、是、第一個物件咧就係、是、一名現任嘅司法部嘅领导层官员，由于佢咧系仍然在位，即系唔能够公开佢嘅发，即系公开佢发言啦。咁咧就佢咧就透过一个法律界嘅知名人士发放消息，佢日后咧就审理国安法嘅时候咧嘅法官咧必须由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选出，并咧系经首席法官认可才能审理咧国安法嘅案件。此两人嘅安排咧，其目的咧就系、是。報國安即係安排咧，就插自己嘅法官咧去處理呢啲國安嘅案件啦，即係希望咧可以操控審訊嘅結果啦。咁第二個情報咧就係、是、至於目前嘅黑暴案件咧，司法機關已經咧安排咧就插咗一名咧反中嘅裁判官，咁咧就住喺呢個港區嘅裁判法院。似啲裁判官咧，已屆咧就退休嘅年齡噶啦，但經佢申請延任後咧，已獲得繼續受聘多兩年。佢負責編排嘅黑暴嘅案件，俾數名皇冠審理，確保黑暴嘅案件嘅結果咧係符合反對派嘅理想預期。咁第三個情報啦，就係、是、九龍及新界區嘅裁判法院咧，亦有類似以上第二段所述嘅方法作出適當嘅安排，主要有唔少嘅兩名裁判官咧，分別咧係判適當嘅皇冠咧，即係希望安排一啲皇冠去專係審理呢啲咁嘅黑暴案件嘅。咁第四個情報咧就係、是、涉及呢個區域法院嘅黑暴事件咧，亦由兩名嘅法官主宰咧就編排適當嘅人選就審理黑暴案件，以避免咧刑期過重或者咧定罪嘅標準係過低嘅狀況。第五個情報咧就係、是、檢控部門亦與司法機關咧有一定程序嘅默契啊。涉及敏感嘅人物嘅案件咧，律政司會透過外判嘅方式咧，把案件咧就個檔案咧就外判俾一啲黃營嘅資深大狀，咁啊聽取法律意見，才決定是否進行咧就檢控工作。咁啊大家知道個結果就不言而喻啦。咁所以咧就請中央咧就注意這些表面公正，實質咧就無聲無息地把案件咧就弄程序公義，以達到咧就操控黑暴國安法案件嘅結果嘅手法，就以達至係滿意到黃絲港獨嗰個預期嘅效果。咁呢度就講咗啦，就因為對反對派就諗住想操控法官，咁咧就逢親有啲咩叛國罪嗰啲咧，就掟曬俾啲皇冠。例如姓錢嗰個啦，姓水嗰個啦，係嘛？好多皇冠噶嘛，咩社會服務令罰兩嚿水，真係已經係幫到出曬面噶啦，好似特朗普咁樣啊！好啦，咁咧就另外咧就呢一個咧就係比較嚴重啲嘅問題。咁呢啲頭先我以上個內容咧，我就會射曬去我哋有關手機嘅頻道唔同組員，希望大家一齊咧就係講一講司法部咧而家就醖釀咧就操控咧呢一個咧。广读嗰啲疑犯嗰啲审判结果，咪随时个个判社会服务令就生勾勾行出嚟，完全咧就唔使坐监啊或者受把啊咁。好啦，跟住咧就以下落嚟咧就想讲下咧就系头先咧我有条片咧就要讲声对唔住嘅，因为咧啲人咧就睇到我哋玩游戏好开心啦，但系我咧就即系噏唔出啊李子敬嗰个时事指引个节目啊，大家对唔住啊，大家去翻关注先，因为咧我真系冇。即係其實我真係冇睇
任何人啲 KOL 咧嗰啲片好少，間唔中可能睇少少啦咁。所以阿 Moon 咧，佢馬來西亞吉隆坡嘅滿能量送一幅字畫俾我都唔知。好彩我就習慣咧就睇曬所有嘅留言嘅，我每條片下面嘅留言我通常都會睇曬嘅。咁但係過咗太多日嗰啲我就唔會睇啦，係咪？即日今日同聽日嗰啲片我一定會睇翻啲留言。咁所以就對唔住啦呢度。咁另外咧，尋日個節目咧就是、KOL 見面會咧，本身咧。成個節目呢嗰、那個統籌都係阿李子敬 KL 嚟100嗰邊啦，咁所以我就唔方便話參與太多意見啦，咁我都係即場炮土啊，又冇做功課，又冇睇稿，真係對唔住。其實呢就我個表現可以好啲嘅，即係如果有準備咁全部爆肚就可能會差少少囉。同埋機會得一次就冇得 take two， 大家都冇得 NG 嘅，因為一 take 過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機會留俾有準備嘅人，我希望呢就即係我自己就勤力啲，下次咧如果有呢啲情況咧，我嗰啲稿啊、我啲對白啊、我啲反應可能會再好啲都得嘅，因為呢次真係完全冇準備，掛住同阿叻哥傾偈就收佢啲料咁。咁跟住咧就再要講下咧，就係話咧喺即係有咗呢個國安法咧，即係其實我哋呢排嘅生活咧，特別是你見到股票今日升到砰砰聲啦，係嘛？即係我曾經講過嘅，一通過咗國安法啦，起碼升係2000多點啊！咁如果由佢通過嗰日到而家，應該有2000多點嘅，我都冇講錯㗎啦。即係所以咧，就歌舞升平，舞照跳，馬照跑，有咗國安法，好啦，我有延續呢一個開心咧，我哋繼續咧 KOL 見面會2020嘅精華片段。咁我哋亦都慎防廣告滲入，因為我同事都話有條片想賣廣告。好啦，我哋即刻睇啲開心嘢，去片。Hello。大家好，我是何君堯，欢迎大家来到 KOL 见面会2020。哇，今次是子敬，是我哋应该话咩咧？我哋 KOL 出世以来阵容最强一次系嘛？系。哇！不如我哋而家开始我哋 music。
咁啊，而家咧，不如咧，我哋啊何律师同埋子敬咧，我哋分别介绍一下咧，我哋今日出席嘅 KOL 好唔好啊 ？Yes， 由你介绍开始。好，咁啊，由咩？你介绍你战狼中队先啦。咁又得啊，华基行出嚟，好唔好？华基 ，Yes， 喺度，最靓仔嘅华基系嘛？嚟，第二个最靓仔嘅黑超，报道。跟住我哋战狼中队大伯、二伯、三伯之后，一个新嘅成员就系大卫 Sir， 最有魅力嘅阿 Sir。OK， 就我哋四位啦 ，Thank you。好，大家好。好，大家好啊。好唔好听啊？香港總有你鼓勵啦！多謝大家的鼓勵。喂，志豪，你介紹一下自己先。好，我是華基。冇人唔識你嘅華基，今日係啦，我就係陳志豪。早兩個月開始咧喺 YouTube 度拍片嘅。你邊個頻道啊？我就陳志豪頻道。陳志豪頻道。你嘅華基正能量啦。係。今日我哋嚟出嚟講咩？今日咧，我哋就做司儀，就介紹咧一陣嘅三位嘅嘉賓。唱歌，聽你唱喎，想我咧，我計過噶啦，呢兩日我唱咗百幾次國歌啊，唱到咧我把喉咧好似咧阿大 L 咁啊，唱到咧沙曬。喂，就嚟央視都要請你上去唱歌噶咯喎。喂，我哋講翻正經嘢先。嗱，我哋今日咧就講 number， 唔係股票嘅 number。我哋有咗國安法之後，知唔知出咩 number？ 係咪老老法啊？話咁快開股嘅，頭先。夾過一係六八九，一係三條七噶嘛。三條七。係啦，點解有咗國安法就路路都發咧？六六八，六六八，梗係好嘢啦！我哋有咗國安法，加六六法啦。咁但係咧，我哋呢三個人咧就揼呢三個數字就啱噶啦。嗯，六六八咧同我哋一陣同大家分享嘅三位嘉賓係有關係嘅喎。首先有咩關係咧？孖六先啦。係孖六。啊，第一條六咧就係咧全個香港或者全個中國咧。都冇一個咧，係金牌導演又有，係喜劇就得一個，係金牌喜劇導演，仲要係藍色嘅喎，係啦，佢最難就係行出嚟嗰下就最難嘅，犀利，但係佢又最難嘅，佢難得嚟又好藍嘅，係咁就係我哋有李力持，大家估下邊個啊？梗係李力持啦，啊犀利喎，係啦，跟住咧，第二個路，好嘢，喂，多謝你到，多謝你，好，我哋好，跟住咧，嗱。呢、這個六字就緊要啦。嗱，志豪，知唔知咩叫地上最強？地上最強，宇宙最強，係咪華哥你啊？梗唔係你甄子丹，黐線啊你！宇宙最強甄子丹啊嘛，係地上最強華基，呢個叫黑洞最強，宇宙嘅黑洞最強。哇，黑洞都怕咗佢喎。點解咧？點解咧？呢一個人佢承受嘅壓力，佢承受嘅重量係有幾勁咧？心口俾人插一刀，哦，屋企。屋企家人的祖墳都被人搞，自己的地區辦事處超過十次被人打爛玻璃，再掟汽油彈，哇！咁樣條命又夠硬，哇！真係能人所能。呢個係邊個啊？律師，有請我哋宇宙地黑洞最強何君瑤。字咧就係嗱，反對派好鬼驚佢嘅，好驚嘅。點解咧？反對派最驚咩咧？驚靚仔，咪驚後生先。驚後生，因為佢成日話我哋藍營冇啲後生啊嘛，我哋啲老坑嚟。喂，你啊後生嘅喎。佢話我係阿伯㗎啦。點會啊？我知你幾歲啊？佢驚咧就係驚人後生，又驚靚仔，又驚人靚仔，係又驚學歷高，又驚人學仲係博士喎。哇！呢三樣。唔難嘅，最難係咩啊？係口才好啊嘛！哇，邊個啊？李子敬，真係一，喂，未夾過喎，未夾過真係。不過咁，佢哋咧有三個人咧都有共通點嘅，靚仔。唔係咁又各花入各眼啦，係嘛？嗱，佢哋三個咧都係。男人做咗人，男人係梗噶啦，做咗人老豆啊，做咗人老豆。係啦，咁其實咧，佢哋三位喺社會都好有呢個資歷同經驗啦，同埋亦都係父親。咁作為一個父親咧，點樣睇我哋嚟緊嘅香港嘅下一代咧？好擔心啊！你都係父親嚟，我都父親啊，所以我都好想聽呢三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香港未來嘅前景、下一代嘅前景，好唔好啊？好，以下落嚟交翻俾咁多位啦，朋友一齊出嚟啦，好嘛？
叻哥啊，我想補充一句說話得唔得？啊，得，唔好客氣，點啊？有一個人全靠佢頂住香港，佢今日牛一。喂，有一個人係頂住全香港嘅。阿強哥啊！阿強，鄧炳強，我哋香港經濟一哥。今日生日，我哋一齊講一句祝一哥生日快樂，好唔好啊？準備，三、二、一，祝一哥生日快樂！阿廖生畫咗一幅咁嘅畫俾我哋 KOL 一百同男人幫，我哋一齊。好消息啊！嚟緊呢個禮拜六日咧，我哋喺半島酒店咧有一個日本物業投資講座。咁凡喺呢兩日能夠促成到交易嘅買家咧，我哋都會送一年嘅日本在留資格俾你嘅，但係數量就有限噶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記得過嚟啦！大家認住呢一度係尖沙咀半島酒店 M2 Floor 嘅彌敦廳，快啲過嚟報名啦！